谓冇比较就冇伤害，你一边喺英国嘅手足，最近要饱受高通胀嘅苦，另一边喺赤柱监狱还押嘅黄之锋，可能生活得仲舒服添。是咁的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，今年三月初服完涉及六四案嘅刑期，转到赤柱监狱还押，等候35+初选案审讯。佢日前就贴文分享监狱生活，话终于可以食私饭，仲卖惨话咩咩咩喺墙内承受唔少精神压力，有一点微弱嘅安慰。不过仔细睇下呢份私饭餐单，简直系高级享受咯。有条肉丝喺度添啊！乜肉丝啊？肉排嚟啊！嗱，黄之锋呢份餐单分早午晚三餐，选择非常丰富，价钱就更加奢侈，一份晚餐都要168元。睇呢张图，黄之锋系选择咗每日食足三餐都系私饭，即系一日花费近300元，一个月就系9000元啊！唔怪之得黄之锋自己都好似晒命咁话，虽然几肉赤，但再度尝到咖啡同出前一丁，味觉上嘅冲击同震撼都好难得。一碗饭。食到人感动流泪，实在太销魂。黄之锋最后仲感谢素未谋面、愿意分担还押膳食开支嘅朋友。嗱，大家睇到还押嘅佢咁识享受，有咩感受呢？远喺英国要节衣缩食，同埋嗰班想走佬但系朝不保夕嘅手足们，睇到之后又有咩感受呢？系咪要感叹一句同人唔同命，唔幸得咁多呢？做人做咗你咁，夫复何求呢？先杀犯人。